好，我刚才已经先上了我的底妆，是 NARS 的小方瓶，对，然后现在要来上粉底，蜜粉，应该说蜜粉，对，也是 NARS 的。就我通常会把粉遮到摸不到底妆粉底液的状态，就是会很干爽，差不多就刚好。再来是 NARS 的腮红，叫做 Brave， 对，美妆手。它也是淡淡的肉桂奶茶色，所以我蛮喜欢的，美拉德风。然后上一点在下巴跟鼻头，接着我会上眉粉。我会先把上下描出来，然后把尾巴补齐，再来补一点眉头。然后再沾这两个色，一点点就好了，打一下阴影。我会画鼻头跟两翼鼻翼，因为我鼻子肉比较多，所以想要让它看起来立体一点、小一点。然后会画一个小方盒，小方盒鼻比较可爱。然后就可以开始画眼影了，用 Tom Ford 的 T30。 我会先用这样子的刷子，然后打底色。然后同样用这个刷子，然后大面积的再涂上一个比较显色的温柔的藕粉色，用稍微小一点的刷头画细部。然后深一点的颜色，然后我会用这样子的斜角沾深色画眼线。眼头这边我也会上一点，加深一下晕染，然后再用浅色再晕染一次。然后用这样子细的去上它的珠光色，
它的珠光色非常漂亮。正看的，然后再把眼尾跟眼头稍微加深一下。然后再用眉粉稍微画一下卧蚕。重点打亮一点，然后我会用 Fenty Beauty 的这个打亮色去打亮我的鼻头跟这里，然后看起来高一点，对，然后也可以稍微带一下。大量，然后我会用这一支刷一下我的眉毛，因为我的眉毛其实算是蛮浓的，然后也蛮颜色蛮深的，所以会让它稍微看起来浅一点。也让它比较有毛流感，对，好像有点太多了，然后我想要比较温柔的眼线，所以就用这支，从眼尾拉长一条，然后稍微补一点点前面的就好了，不然会太硬。再来夹睫毛。我去木具买的，它非常符合东方眼型，很好用，这是柯敏勋推荐我的。哦，睫毛膏我喜欢用这一支恋爱魔镜家的，然后它的刷头是这种一种形状，我觉得比较好用。其实睫毛就是让它稍微有精神而已，因为我也不会贴睫毛，贴睫毛好难啊。应该差不多，然后我选了两个颜色的唇膏，一个是 Dior 的716，一个是812。然后我先试在手上，看哪一个比较适合我今天想要的妆容。这个是716。比较砖红色，然后另外一边是
812，比较枫红色，好像想要南瓜棕是不是？716，716，然后最后再喷上我喜欢的最近喜欢的香味，是一个叫姜饼味道，就毛茸姜饼，它前味有一点点姜，但是真的是姜饼香的姜，所以还蛮可爱的，然后很快就会变成奶油饼干的香味，我很爱，这是我最近的新欢。对 ，OK。